中国的原子弹爆了以后，美国的报纸很快的也就有种种的消息，其中一项我注意到，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目标的人物邓稼先。邓稼先是我中学、大学在美国的知心的朋友，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只是学生的关系，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，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，就写了封信。在这个信的最后，他这样子给了我一个期望，是但愿人长久，保证你千里共婵娟，你像烟尘，千里共鸿儒。我觉得今天50年以后，我可以跟邓稼先说，稼先，我懂你的。